我一所揸緊嘅咧就架 A4 2.0T FSI Command 旅行車版本。咁呢架車咧，比佢對上一款嘅 B7 A4 咧，咁佢長度就長咗117mm，寬度寬咗54mm，而佢個輪距咧就比同級嚟講係最長嘅，係長咗166mm。咁架車大咗，自然空間感啊、舒服程度咧會大大加強咗嘅。咁呢個 A4 咧，配置有好多好多嘅設備，例如 Comfort Key 啦、彩色嘅屏幕啦，加埋 A4 獨有嘅 LED 頭燈，根本可以媲美一架豪華大房車。咁另外呢架車咧，就配置而家 Audi 獨有嘅電子手掣系統。咁呢個電子手掣咧，當你停車嗰時候，佢會自動同你拉手掣；咁你行車嗰時咧，佢就會自動同你放翻個手掣噶啦，非常之舒服。